六月初伴侣运用了身内热的高频波技术，热能由内而外，而且两头的电极都有热能输出，使热留在身体局部的时间可以更长久。身内热的作用可以提高身体新陈代谢的能力，更有效地消减脂肪，是热力素的最佳组合配置。打开仪器背面的电源开关，输入我们带默认的密码60，进入待机状态的界面。现在让我们先做腹部的一个消脂护理。那首先我们要把电极工作头套在这个手柄上，套的时候呢，这个手柄这里中间有一个标志，完之后这个把这个电极它有一个凹槽，两边的凹槽放侧中间对着那个箭头，那样拍进去就可以了。完之后拿出来的时候也是很简单，这样子就可以拔出来了。 OK， 点击进入到工作界面。首先呢，我们在电极板上呢涂上凝胶，那涂上凝胶呢是为了更全面更均衡的接触皮肤，让那个热能也更加的平稳。接着我们就把它放在离我们护理部位最近的地方，接着我们在腹部涂上凝胶，把它均匀地抹开。设置强度，先把它调到5，然后启动。用脚踩着脚踏开关，这时候工作时间的秒数在闪动，代表开始工作了。感觉到热吗？是电板热还是这个电极热？电板。电极呢？电板是，电极是温热。哦。我们只需要在腹部上轻轻的悠悠的打着圈，不用走得太快，但不能停哦。
特别是不能在有骨头的位置贴。假如皮肤上面有那个伤口，有发炎的部位，我们就要避开，不要碰到那个伤口就可以了。那现在呢，电极板的那个热已经产生了，那腹部上的那个电极呢，它也慢慢的开始热了。感觉怎么样？舒服吗？舒服，然后电极板的话会比工作头会热。嗯，不会热得很难受吧？不会。嗯。OK。当凝胶不够的时候，我们随时都要补充，而保证它的那个粘合度。强度呢也是根据那个客人的承受，还有脂肪的厚薄来调整。现在还可以再加。我们操作的时候呢，最好电极手柄和那个电极板的距离不要隔得太远，尽可能呢靠近一些，那它的那个传热呢就会更好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会用一个最小的一个电极工作头来加强那个热感的作用。这个热得很快，是吗？是，特别快。而且比刚才那个要热。对。现在这个三怎么样？现在三打，能接受得了吗？能受得了就好。这个热比刚才那个热要更强吧？更强，更快。嗯。还舒服吧？现在是舒服的。当我们进行手臂护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电极板压到那个肩膀的那个后背那里吧，压住。就肩膀那里。嗯。时候我们再选用电极，设定强度，先调到4档。均匀的涂上凝胶。踩下脚踏开关，
手法跟做腹部的差不多一样的，都是打圈圈，慢慢的打着圈圈，慢慢的移动。这强度可以吗？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？上肢电极板在发热。电极了？电极没有发热。有热感吗？电极已经发热了。嗯。这热舒服吗？这热是刚适合的温度。嗯，好。那一般我们在腹部操作大约是20分钟左右吧，在手臂上操作的话呢，那就是15分钟左右就 OK 了。当我们要做腿部护理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把涂了凝胶的电极板呢，先放到它的腹部压住。好，完之后我们直接就在这个腿部上操作。大腿的操作的话呢，它大约也是在那个20分钟左右。